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熊马来熊，它们又叫太阳熊，主要生活在热带雨林中，是熊科动物中现存体型最小的熊。刚出生的马来熊只有19公分，体重约300克，而成年的马来熊也只有120多公分，体重约27至75千克。它们属于小时候可爱，长大了就长残了的典范。幼年时期的马来熊非常有趣，常常令人忍俊不禁，而长大后的马来熊就会变得像中年人一样忧郁又油腻，给人油腻大叔的感觉。有时候我们会把马来熊和黑熊混淆，其实马来熊的大链子是 U 字形的，而黑熊的大链子是 V 字形的，而且黑熊的体型是马来熊的10倍，非常好区分。马来熊虽然没有黑熊那么魁梧凶猛，但是它们是熊类家族中的爬树高手，可以轻松爬上4层楼高的树木，在爬树时还会充当啄木鸟的角色，帮助树木驱除虫害，不少树上都会留下它们用爪子挖开的树洞。虽然它们属于杂食性动物，什么都吃，不过蜂蜜才是它们的最爱。如果遇到蜂窝，不管多危险，它们都会不顾一切地弄到蜂蜜，然后饱餐一顿。